五棵下五棵，正好瞄这粮仓了。嗯，这国啊，这我不是说给你为你们粮食争光啊，果品质量比照比不苗那个还能提高一点。就说呢，个头大理丸，哎，比那个普通的佛肥，哎，比它要提高点。哎，个头也提高了，是色叶也提高了。我记得它是苗质啊，跟你那个正常就是同期苗那个传统大花肥比，有一定的表现呗。哎，对对，这个关键在啥叫这个呢？当时咱也别说都这好是吧？嗯，我那个就没苗第三遍肥啊，这个大就你那个肥呢，属于呢吃的偏旺。哦、但偏旺也看出来了，你吃偏旺，如果肥也效果不好，你不属于白吃吗？说、咱可不能捧着唠啊！你看我这不说实话吗？这不说实话吗？对吧？你不让我们说实话，咱那个、对，咱说实话，咱那个呢？别我们来了，你捧着我们唠。不，这不是这不是也得一样苗的肥，然后这猪就苗的大理丸。对对。但是呢，假如说你这大理丸要没有效益的话，你苗不也白苗吗？这是证明有效益了吗？嗯，果品质量能提高一等，这是肯定的。啊、这个，你没看看那个花芽咋样？芽眼呢？那我还真没留这心。你看看你花芽跟你追佛肥花芽都两样。那我还真没留这心。不，这两个，这五颗，一样五颗。这上面那个上上的不用。这苗完正好得有一个月了吧，一个多月了，三十多天了。十七号。正好我当时约你说20天你来着，我说正好能看出来。那我下地来呢，完了谁他上那个七号岛办事儿去打电话，那今天不行不在家。那天往上饭家。这不是。我不知道。不是夸张。哎。你说让我们夸我也不会夸。对对。因为。哎呀、咱这块儿都叫什么地方呢？咱这叫牛北杨家牛家沟啊，北杨家牛家沟。对对，嗯，你要昨天他没过来，今天过来的。哎，今天摘完了，正好今天可这先摘的呢。嗯，你看昨天过来，昨天那个，哎，昨天那个，那确实，对对，真就都这样色的，都这样色的。啊，这苗大力丸这几颗上色上的还挺好，就这样的，还挺好啊。啊、真都这样色了啊、哦，有效果。这个我不是夸，这个不是夸呀，确实不是。咱得对起咱良心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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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